这确定不是狗屎吗？哎呀，黑黢黢的！我的妈呀，没眼看呀！等一下，怎么就洗成一只小兔子了？不是吧！上一次发的洗脏袜挑战，竟然有人说看着还不够过瘾啊！不是吧，你们也太重口味了吧！那么脏的娃娃，你们竟然不看下去？别着急，今天这个我要来给大家带来更重口味的喜怒别解的奥利给，你们见过吗？没想到这奥利给里面还有小娃娃，我也来瞅瞅。啊，这确定不是狗屎吗？哎呀，黑黢黢的！我的妈呀，没眼看呀！等一下，怎么就洗成一只小兔子了？不是吧！小兔子越来越干净了，还拿牙膏给它洗，电动牙刷。这牙刷后面还能刷牙吗？我想知道这小兔子是怎么到狗屎里去的？难道这狗把它给吃了？又来了一个黑黢黢的大娃娃！哎呀妈呀，这也太脏了！这是蓝精灵吗？这能带多少水啊？我堆里救回来的娃娃，没想到最后还真被他给洗干净了。这小伙干家务是一把能手啊！树洞。这是什么？看不清楚啊。